好几天了，还是那个油锅房，这不好说那个。明天还可以，可以吧？今天就不好说那个问题。非常疼，还不如破了呢。现在有点像时间凝固的感觉，多爽。今儿大家都听着音乐了，天儿也不错，状态也都不错。你好。对，跟我也是，脑子有毛病。要不然我也赶一摩托车，咱扒着车走吧。没这么想，你想得很聪明，请你不要插嘴我的想法。